前，你们可以叫 Rainbow。然后呢，我上传了五种是 Hip Hop 跟爵士，就可以带来。现在来什么？先带来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的舞吧，自己扒的。有学过 old school 吗？对，有点偏 old school 的那种。有其他的五种 old school 五种接触过吗？
知道那个那叫啥来着 ，locking 啊这些我都会去上，会去跳。你会 locking？ 一点点吧，就是一些简单基础的，就是那种。你刚才的作品是你自己标的？有加一点自己的，因为第一支舞是我喜欢那个舞蹈，所以我去扒的，然后后面改了一些自己的东西。因为我们赛是第一阶段，可能 freestyle， 你这个有能力驾驭吗 ？freestyle 纯 freestyle。嗯，我觉得 freestyle 的基础上也是加点就是自己有编排过的东西吧。如果是稍微有点准备的话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你之前因为你跳舞蛮久了，就是你之前有参加过比赛吗？嗯，没有。啊，就是有一次，但是因为觉得那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吧，参加街舞的比赛，然后当时在台上 battle， 因为不太懂，是第一次，也不知道他的，有点像爵士，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去玩这个游戏规则，然后就是被淘汰了，就被笑话了，后来就知道哦是这样，是海选那个比赛的海选。还是已经走到某个阶段，走到某个阶段，因为我们是也是就是单个老师面过之后，然后去大家围着圈拜头，然后哎掰不出来了就淘汰了。地区的比赛还是我们自己那边小小的那种自己那个主办的，不算是很大型的那种。你跟哪些老师学过街舞？宋雨老师和牛奶老师，就很多，因为我其实是在北京，我是在杭州，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做演出的时候会请一些北京的舞团的人过来，比如什么，五加五那种，然后还有各种就是那个 R&B 他们那种，我不太能就是叫得出来，但是他们每次过来跟我们排练上课，我觉得都是一种学习。你在杭州的是吧？嗯。你是在哪个舞房？杭州就是自己那个，我知道你肯定想问杭州舞团有什么马达。对，马达。对，我知道他们。你在哪里学的？在哪里学的？我在我自己就是带我们的那个团，就是它不是那种街舞形式的团，它就是那种机构，就是也像是工作室，但不是那种纯街舞的，所以我都会自己去花钱去外面去，就是去别的地方上那个课。什么机构方面说吗？就一个叫。我们那个叫那个是工作室，就是排那些小孩子跳的那些，就是那种私人工作室的，然后认识到了之后就是在那个圈子里。你是那个时候是跳爵士？偏爵士。你跟谁你那边你那时候在杭州那边有跟谁一起跳？老师或者朋友？老师们吗？就我之前也有跟马达他们有演过出，但是可能他们应该也不太认识我，可能知道我叫有一个叫彩虹，但是因为我不太特别熟，但也是里面有几个蛮熟的。嗯，好，好的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这世界很酷。